我是刚刚那时候到了109年5月31号。那个瑞完了，9:51，我还在4716江平线，要用青铜的4.2套跟着。我下面干嘛站着？多多点我们到几方面，跟大家好，拜拜。我的柴油客车都很精彩。4716有音乐港青铜台客车，4.2台客车终于进站了，谢谢哥哥。以及4017是江阳香港车龄83831回校区间快车，在罗湾那停靠，谢谢哥哥，你真的拜拜。